这个M503的航务呢，确实是划在国际民航组织上所说的上海飞航情报区之内。那大家最要记得一件事，飞机会偏航，会偏航啊，尤其是夏天的时候，雷雨非常的严重。在 M503 靠我们这么近的状况下，虽然他们承诺是偏往西偏，是，但是天上的云或者雷雨不是说就长在那里。嗯，那我们是觉得对飞安真的有相当的要注意。